这个稳定器来拍这主要街道，大家看到了，这是有点晃动，那走路嘛肯定有点晃动。
我就站起来，朝火车去。 现在是这个要到这个火车站，到火车站去坐车，等火车。就这里看看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这个火车站。火车站啊，好，我们站在交通这个地方，等待那个绿灯，啊，这个绿灯一亮，我们就可以过去。 灯不亮是不能过去的，暂停一下啊！现在我们到火车站，现在到火车站去乘火车啊！看我们这个区的华人区，在这个火车站，我们要一个电子。 电子牌呀，泡泡，泡泡，泡泡，这个电子牌呀，是一个电子牌，就这个电子，可以，这个电子。
到了没有？这上面有几个字啊、哦？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是购物中心了、啊，观世塔先生购物中心。吃喝很多的，看吧，这比较大的，怎么样？这下降一个购物区，相当大，很多餐馆，卖吃喝的、小吃的、快餐的，还有肉店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，来吃点心啊，这个杨镇的点心店。这里面点心很多。你看，在我刚才在外面看的，没多少人在这里，就是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大茶叶的，这点心的，看吧，大茶叶的。好吧，我们跟随镜头走吧，跟随着镜头走。上楼，这楼是电梯，多转的电梯啊！啊，大家。但是服装，这服装，都在卖服装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服装的，这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。购物中心的二楼，我们又下去下楼去，下楼说去找吃喝的吧。看在这个楼下，找吃喝的。这是杨镇的
餐里，西餐快餐。有什么吃的？西餐的快餐。哎，这个好吃。那个，看一看多开胃的哦。快还给他哦。我们到另外一家店去挖去啊！你现在全部光弄，光没得那么还的。你呢？嗯，我的人都不还。我所以的话，就是看好吃我们再挖，不好吃就不挖。你看这些都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寿司。这是华人店的，华人和越南的。在那里，在那边，这个店不好吃，不喜欢吃。我还要再另外再找啊。他找到好吃开胃的，看得上眼的，还我们还，哎，这种快餐，这个快餐，这是包装的，俩人的包装的，打包，打盒子包装，这家店嘛没开的。在今天休息啊，这家也是快餐，看的快餐，啊，快餐，南店，南店，操，没找到。我们还没找到，这边要排队。我台子，我台狼啊，泰国商，这个泰国商，泰国商在里面。套餐的是套餐，这一餐，这是华人餐吧？马来餐吗？是马来餐。乖的看，乖的，乖的看。没找到。再次关一下啊！现在我们打这个红绿灯，绿灯亮，我们才能过去啊。
美女啊。丢了吧，个取经图去，你那装备丢了，带你去。Yeah.